会请我们现场的三位香颂美人来进行我们的活动进行的一个流程，欢迎我们的工作人员现场联络。睡袋放在舞台上，睡袋放在舞台上，再滑回去到那边以后，那边上面有一个肉粽，那个肉粽把它打开，把它吃完了以后，那一杯水要喝完，给工作人员确认你嘴，把那个锦旗拿起来。好，第一名，第一名可以得到我们日本五天四夜的好黑布利山的免费行程五天四夜。第二名可以得到我们吴哥窟五天四夜就位八个滑板以后来，我们一声口令开始以后，好，用手就好了，快一点喽，非常会划船。好了，双脚的部分也是要放在船上。啊，第五跑道的那个方向有点偏掉了。